可以这样子，这些哈，酥油茶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早餐的传统饮料，酥油茶，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已经刚才反应很好了，这个是糌粑、奶渣、苏打和白糖，就这四个，然后这四个料叠在一起，所以这个还要了，那个就不要。 还有水？还有水，嗯，干还有一些没有。怎么会啊？巴金森，我的手在抖啊。我来到这里会抖啊。神仙的，神仙的，它还有放盐巴。哦，放盐巴，不用不用，他们这个他们还放盐巴。哦。酥油茶的，但低酥油。你放糖啊？又甜，又咸，又甜，很浓。我那个。 这个我就没有喝，但是青稞哈，我读书的时候，我就泡咖啡嘛，然后我放青稞粉下去，这个是我们刘先生吃青稞的一个自己发明的一个方法。好喝吗？那你看看，好喝，好像专卖店这样，因为青稞对对味很好。哦，所以现在我就已闻到它是那个像那个火力，哈，因为它有稞。啊，这个再加多一点啊？对，还要加多。 站住！那你我们昨天撞八卦街的时候啊，你可以要注意一下这些青稞粉，有一个袋子装的，有一个袋子袋袋，差不多这样子的。然后上面可以绑起来用布做的。他们站住外出的时候哈，他有时候就舀了青稞粉，放满它，绑了，然后就带走了。所以他们然后呢，一些到一些地方冰点啊，他就会煮这个酥油茶，叫青稞粉酥油茶，拿一个 bowl 捏捏捏捏哈，或者这些糖跟那个粗粮，主食，做什么面粉团那种的哈，面饼形状出来，面饼形状啊，还要这样子啊，可以聊了，不用有吧。 这样子哦，就可以可以了，可以可以，可以了。
一个了，就拿一点一点这样子吃。拿来吃。拿来吃。就这样子吃了。哦，是啊。对，你就可以吃。所以他们。好，你说。藏民就是吃这个。单单这样子吃。对，以前我们去徒我去徒步的时候，隔壁山走起，他们就这样摆盘来，你每行都要。